这么巧啊，你也来了。星辰，你约的这个地方我很喜欢。啊，对了，江念月，既然你来了，我想顺便跟你说一下，以后呢，请不要再纠缠我们家星辰，他的一切由我来守护。你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个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星辰，楚阳，我们今天也算是办了一个很特别的家庭聚会，只是你们年轻人约会的地方真的很特别。好了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怎么，不送送我吗？哦。伯母，我跟星辰的事情让您费心了。没什么，只是星辰，以后这个地方别来了，妈妈不喜欢。这个地方不是你应该来的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如果不是我在更衣室外面听到你们的对话，今天恐怕你就没那么好过了，啊？那个娘娘腔到底哪里好？哎，到底哪里比我好啊？你说呀。郑楚耀，今天谢谢你帮我解围，但我们只是做戏而已，你又何必那么认真呢？星辰，我没有在演戏。我承认，我输了。我喜欢上你。不过，输给自己喜欢的女人，也没什么好丢脸的。喂，本少爷是生平第一次这么深情的告白，你好歹给点反应啊！一脸痴呆像算什么？需要冷静一下。喂，欢迎光。笑笑，你还来这里干什么？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。都过了九年了，没什么好气的。我现在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我承认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我承认九年前……你不要再说这些了好吗？让我把话说完可以吗？当我看到你还是一个人的时候，坦白说，我心里是很开心的。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很自私，但我确实可以感觉到你把心里面一个位置留给我，让我补偿你。九年前我对不起你，那往后的九年，再九年，再九年，你可以让我补偿你吗？九年。
年过去了。